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美的刚子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男人同人日。第一次知道。我第一次知道，我也是。你也是不是每次都给老婆做菜吗？是不是？我不是。对，我不是。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给老婆做菜的话，今天是要给她休息，男生需要做饭。但是通常不会吃饭的男生下厨房的话，老婆会担心做菜的时候葱会喷出去啊，饭要喷出去，还有鸡肉也没熟，厨房会乱掉，男生自己开心而已，不如不要做好了。但是今天是男人烹饪日，需要做怎么办呢？有这种烦恼的话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泰秀的白酒古早味系列，总共六款耶、应该大家有看过这个 logo 吗？黄色的 logo 吗？露出来了，你的手机。再一次，小美，所以他们是很有名吗？很有名啊，他们是在那个台湾超过55年的老牌子，已经半世纪。他们的产品很多都是肉制品，譬如说肉松、火腿、培根、香肠等等。对我来说，它很像老朋友，有一种安心、熟悉的安全感，买它就不会错。而且我们回来台湾以后，基本上买火腿跟培根都是买他们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选的原因是便宜，而且味道也不错。最近他们联络我们试吃他们新款的产品，然后因为他们最近产品做的越来越多元化，然后怀旧古早味是他们的新系列，然后请我们试试看看，用你日本人的角度试试看看。因为我是日本人嘛，对我来说这边是一点都没有古早味，对我来说很古早味。而且这个都是退冰加热就好了嘛，有一些它是直接不用退冰就直接加热就好了，或是隔水加热。哦，很方便耶。对，今天是男人烹饪日，他都帮你调味好了，其实也不用烹饪。我个人蛮期待胡椒猪肚排骨汤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猪肚鸡，卤鸡腿我也蛮期待的，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吃卤鸡腿。今天打算炸里脊后排，看看日式的吃法。好，那我今天试吃这个六种开箱看看味道是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觉得不错的产品的话，笔记一下，然后卖给老婆吃。今天是男人烹饪日，好，那今天要开始哦。Let's go。我觉得男人烹饪日这种时候，男生应该会开心哇、今天我要做饭呢，要不要做外国菜？不要随便挑战新东西。对，而且吃不习惯，这种时候还是吃你们的古早味最好。对于日本人来说，台湾菜的印象是肉燥饭，就是肉燥饭。对，所以我很期待吃。这个都是对你们来说很古早味嘛，我一个一个吃看看你们的古早味是什么样的口味呢？那先哪一个是加入就好的？这个吗？对，肉燥饭，还有汤，还有卤鸡腿，这三个是加入就可以吃的。那我们先吃这三款好了。跟卤鸡腿这个做法很简单，隔水加入而已，很好呢。如果家里有卤水的话，就可以做 barbecue 的时候，中秋烤肉的时候也很好呢。不错，汤也是隔水加入，但是汤的话直接放在锅子里面加入就好了，很好。这个也是中秋烤肉的时候很好呢。中秋早就过了。超香的哎、真的好香哦。先吃什么呢？先喝汤好了。真的加入而已，而且我真的吓到的是料很多。对，超多的。啊，这个喜欢哦。汤够辣，胡椒的辣、这个不是咸，就是胡椒的辣的味道，超香。好的，而且通常不好吃的猪肚是臭味很重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臭味，很好吃。排骨好软哦。我想放面。这个汤我很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哇，这个汤好适合冬天喝哦。那还有吃什么？肉燥饭。肉燥饭很开心的地方是汤很多。很好吃。它这个是比较肥一点的豆燥饭。我喜欢肥一点的。
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很肥嘛，但是没这么油腻的感觉。对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猪肉的腥味没有。所以有很多，但是没这么重。嗯，好好吃耶，这个肉燥饭很好吃耶。嗯，好的。皮的部分很多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像一直说猪肉的皮的部分不喜欢嘛。嗯，因为日本很少带皮的猪肉。嗯，因为这个可以，这个很有。嗯，这个很好吃，很一咬就散掉的那种。做点肉燥面也一定好吃。嗯，那吃卤鸡腿。而且这个很大哎，你看这么大，它一包有四只哎，超大只。嗯，好好吃，很入味。嗯很嫩。还是他们是五十年一直研究肉嘛？嗯，他们的肉真的好吃。这个卤鸡腿赢很多自助餐哎，真的哇，好吃，尤其是那个皮超嫩的。嗯，特别好吃。然后这个丁薯竟然蛮想吃，所以日本人会喜欢这个口味。嗯，很喜欢。很快就吃完了，汤也喝完了。哇，很好吃哎，满意。但是今天还有下一个是炸的猪肉。接下来是要炸的，但是要准备油锅，很麻烦，所以用气炸锅炸看看哦。而且它们都是冷冻的，而且大小也。刚刚好，如果有发烧的时候，这个可以用拿来做退烧饼，真感觉会有味道哎，但很舒服哦，很香吗？很香吗？这样的话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吃。好，然后纸牌沾美奶汁吃看看，所有的东西沾美奶汁就很日式，真的、嗯、很好吃。好，那再看看啊、哦。看看，再看看，古早会立即后排。要炸看看，好了，炸好了，还是用气炸锅的话很快。嗯，大概全部180分左右就可以做出来，试试看看。你先想吃什么？这个。哦，那吃这个好了。香酥排骨。哦。哦。好的。嗯，这种用气炸锅的炸猪排，通常肉很硬。嗯，所以我不太喜欢。嗯但是没想到这么软。这个是高级的台菜餐厅里面的炸猪排。我没有吃过这个味道，但是很好吃。嗯，不是普通便当店的味道。嗯，哎，这个甜味，甜甜的哈。嗯，甜粉好吃。哎，我这个想要放在拉面。哦、嗯，应该很好。这个日本人一定喜欢。真的。嗯，皮的部分，面衣的部分很好吃。嗯OK， 那下一个是给你选，这个是什么？金黄酥肋排。嗯，这个也很好吃，咬起来很有口感。哇，这个是是，哇，阿妈家知道的味道，不是你阿妈家，是我阿妈家知道的味道。我阿妈家是有韭菜西瓜，喜欢喝酒的人一定会喜欢的味道。嗯嗯，好，最后一个是古早味鸡里后排，里脊后排，这真的蛮厚的。这个是沾美奶汁吃看看。嗯，沾美奶汁怎么样呢？这个一定吃过，哈哈，好的。嗯，美奶汁酸酸的口味很适合，而且这么厚这么软。嗯。蛮搭的，哇，好好吃哦，突然很日式的味道。好，这个油脂比较少的感觉，但是味道很够，而且口感很好，非常开心，好吃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嗯、今天已经吃了6罐产品，嗯，很好吃，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台式的怀旧古早味系列的6款产品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对我来说都是真的很喜欢的味道，有些是我本来不喜欢的台湾菜也有。嗯，尤其是排骨汤，我真的排骨汤是还好，但是今天喝排骨汤真的很好哦。嗯嗯，所以我觉得全部都很好吃，很推荐介绍给你的日本朋友或是外国朋友，一定会开心的味道。然后如果你的太太是台湾人的话，它一定有怀念的味道。嗯嗯，真的蛮古早味的啊、嗯。你说古早味的话，应该是真的。嗯嗯。然后今天是男人烹饪日，还是这种时候是这种最传统的味道的料理最好。嗯。而且传统的调味，而且很好吃，是真的很好吃的意思。嗯嗯。所以你可以买看看哦。
已经帮你们试吃过了，非常好吃，真的没有客套。嗯嗯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是，很难选哎。香酥排骨跟胡椒猪肚排骨啊，那个我也第一名。然后我是还有喜欢肉燥饭啊，其实都很好吃，卤鸡腿也好吃。卤鸡腿真的很想带便当哎。哦，真的，这些真的都可以放在冷冻库。嗯，多买一点，然后放冷冻库常备菜。很适合、而且我们家刚好最近买了冷冻库，真的专门的很大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兴趣会议中的台湾菜，很怀念的台湾菜的话，就可以买看看试试看看哦。台塑的怀旧古早味系列共六款，你们已经有记得吧？那你们应该已经有很有兴趣，到底哪里可以买呢？购买的通路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面，说明栏里面，说明栏里面你也可以看看。然后这次台旭他们非常的大方、送我们台旭的两罐肉酥，还没到不是我们是大家啊，大家，对对对对，他就是让我们办抽奖哦，这么好。嗯，他们的猪肉真的好吃，所以应该他们的肉松也不错吧。嗯，抽奖办法我们放在也是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哇，可以看看呢。好，我吃饱了，我也要去看说明栏里面。好，那今天到这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